没牙子，有可能。虽然他穿了美团骑手的衣服，但是有可能人牙子。开玩笑的嘛，那个红色，那个人，没事，地球是圆的，对，没事，地球是圆的，我总会回来的，是吧？没事儿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就。买了3点半了，对。欢迎为爱鼓掌。来啊，我12号就去了呀，12号就去了。啦啦啦啦啦。感谢酒酿梅子哥哥送的吻，感谢酒酿梅子哥哥送的吻。对，明天就去，明天去洪湖，我今天回家，今天回家待一天，七年没回家了，真的有7、8年了，我从2016年都没有回家了，201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7年了吧。这次回家探亲，回家走。我怎么去坐车了？我还有个弟弟。问一下。老板，你要走吗？什么？临时决定。妈，进站口怎么说？哎，你好，问一下进站口在哪？这你妈的！问一下，哎，你好，问一下买票的在哪里买？进站口，就上楼吗？还是在这里？谢谢。我们家不是汕头的，我们是安徽的。你好，问一下进站口买票了怎么说？在这里。买票在那里。是那边吗？票买了，但是我要问他买票在哪里，你才知道进站口啊。手机买好了，但是我找不到进站口啊，那我怎么能问他进站口吧？买票的一般跟进站口紧挨着。站站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到这里。欢迎你来这里，深圳欢迎你，欢迎你到这里，哈哈哈哈，欢迎。Thank you.
什么情况？咋这么多人？哇！那么多人啊！我去！我是问一下，我的票能不能在这里排队？他们不是有东站口、西站口吗？我的票能不能在这里进站？实际上，在系统上它是属于绝食二转的，对吗？完蛋！要完蛋！都可乐进是吧？我的个天哪！就对呀，不交的呀，这怎么那么多人才这几个口子？哎，你们第一次站了那么高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站那么高看人群？对，明天去红湖。我们要那个了。这包包好好看，是吗？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
要问一下，这是去汕头的吗？厦门。厦门。我很可怜。信号停止转换，请立即实际站的旅客向售票处办理车票保签手续。你的还早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还早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还没到点？你没看到刚才有个汕头的车发车了吗？3点多，我改签到3点多的。我刚改签的时候想改这一班的，改不了，手机上改不了。欢迎啊，钓鱼哥哥。我刚刚想改签的，但是我改不了。Thank you.
没关系的。不用啊，再坐着吧。前面到了高楼上，没关系，来一个高楼上。我们班就只能在这等了，只能在这等了。哦。好累啊。要几级了？各位乘客，为了您的人身安全，乘客楼梯时间。找到坐车的口没有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青阳哥。4:12是什么？4:12是什么？我靠，康师傅开第二了，康师傅开第二了，就康师傅四方牛肉面，太棒了，他竟然开店了。欢迎土豆不吐皮呢，欢迎土豆。想吃的心字也盖不住的呀，想吃的心字也盖不住的呀。现在的康师傅多吃一包，哎，对啊，康师傅。鸡腿儿，看见没有？啊？哎，没，不用不用，我看一下先。鸡排。100多，好贵啊！直接来个泡面。哎，我觉得也是哦，我们直接来个泡面，它不香吗？泡面也好贵啊，东西卖的太贵了。对，一个鸡腿26，一碗面60。嗯。美女，还要吃吗？要不要平安？欢迎青阳哥哥。一碗面，这个面还便宜点，40，一碗面40块钱。对啊，一个鸡腿26，是的，峰哥，然后128吗？对，亲爱哥，128两个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40，他这个面40块钱。我去，这一个蒸菜40，
他是觉得我们的钱好挣还是怎么说？他是觉得我们挣钱是大水漂来的，是不是？下楼吧，就。这消费也太便宜了，配不上我的身价，那是搞笑，真的是很搞笑。吃方便面嘛，上方便面估计也要十多块钱一份儿。我感觉十方便面都得十块钱一块，目测怕我吃太多所以贵一点，大可不必，我吃的少，小了味，小了味，吃的少。风风哥，你在留翼龙吗？翼龙属于鸟吗？翼龙是鸟吗？哥哥，翼龙是鸟吗？我们看一下泡面多少钱一碗哦。你们这样子真的是，等一下好喝又怎么喝？15块钱一碗，这个面是15块钱一碗。这个面15块钱一碗，拌的。对啊，峰哥，价格翻一番呢，翻了三番哎，他翻了三番，峰哥，我靠，我再去找吧。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香，这个香哎，这个应该很香，然后这个应该很香。对啊，12号去。广东省汕头市。
我现在去汕头，在路上。好像没有泡的泡面，我没有发现这边有泡面，然后都是拌面，就很奇怪了。然后这些拌面啊，全是14、15块，都是14、15。要不买个自热火锅吧，没有大哥请他吃。我是汕头的，我是安徽人，在汕头打工而已。我爸妈在那边打工而已。走吧，洗手间有点贵。欢迎老子，就是网瘾少年，老子面前说老子开心。那我背了多少行李？很重，看起来，我都累死了，我累死了。
脸都饿青了，你多了是吧？我也觉得挺多的。那个电脑。还有腹肌，我吃的多不代表我不可以有啊。吃的多就不可以腰杆好吗？就不可以腰好了吗？他说我有腹肌，吃的多不代表我没有腹肌啊，吃的多也可以拥有腹肌啊。不方便，拉杆箱不方便，因为我到时候要搞徒步啊，我到时候要搞徒步啊，拉杆箱不方便，我还得寄，往家里寄。有些话何必说起来呀，请你当作我自作多情，一人完成两个人的不同玩游戏。冰箱里的东西还没过期，留言还是周一，到夜深人静只剩我和空气。麦当劳，你说爱情仅此而已，谁还没有一丝委屈？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，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。有那种可以在机场火车站骑行的小拉杆箱，一次骑行7.8公里。有哎，峰哥，
不过那种箱子的话，那种箱子的话你上飞机不行哦，因为它有电池，好像不可以上飞机。那种箱子有时候你要坐飞机就不方便。不知道你不饿吗？有一点点饿。高铁可以，但我并不是每天都坐高铁，有的时候我需要坐飞机，有的时候需要坐飞机，有的时候需要坐高铁，就很麻烦。别看，哦，好累哦。哥哥帮忙过个任务，差十个班卡。哎，有没有哥哥帮忙过个任务？我们还有十个班卡，差十个班卡。哥哥。深圳热不？深圳还可以，还好，不是很热。欢迎，感谢回到过去的关注。感谢花甲哥的粉丝荧光棒，感谢花甲哥的粉丝荧光棒。
哥哥给凑一凑，老瓜子没转过来，对对对，啊对对对对对。 吃啊，吃有什么用？有钱吃才牛逼，是不是？没钱吃，你特长再牛逼有什么用？就像千里马一样，千里马他再牛逼，没有人喜欢他去跑，有什么用？ 我们能不能抽走办卡任务？对，没钱喝西北风啊，就再牛逼的功能，没有人叫你去使用那个功能，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 关注我们，能不能抽一抽办卡任务？我们差十多张，差十张办卡。感谢人心哥的雪亭健身卡，感谢人心哥的健身卡。老板打起，这个健身卡可以做办卡任务吗，峰哥？
是金色的卡车头，还是就是那个大金卡车头，还是这种健身卡？谢谢人心哥的健身卡，牛逼啊！都可以是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差九张卡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上面显示九张卡？感谢人心哥的战粉荧光棒，感谢人心哥哥的战粉荧光棒，欢迎温州物流早茶，欢迎温州物流早茶。欢迎柔情似水，我失眠啦！哇，这个绿杨米拿出来，你再喝出来就不好啊！蹲什么蹲？你坐着它不香吗？这个渣卡不好，阿弟。我没进油。我瘦了是吗，人心哥？还好吧。我准备这样动一动。以前从来没动过，我这个锻炼。锻炼一下腹肌，我要努力，我不可以再吃。像个蛀虫一样了，我以后也要忍，不能再吃像个蛀虫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以前我是个懒蛋，但是昨天跟戚老板聊天之后，我要为了后面的事情要努力。既然我决定要来深圳了，那我就要为了后面的事情要努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起，我每天要努力锻炼我的腹肌，我希望我的腰都变成个水蛇腰，到时候我能练出来人鱼线啊、马甲线啊。nice， 干九弯啦！
他们都看我。吃吃吃吃吃。没钱吃啊，你看我现在哪有钱吃饭。尴尬，我不尴尬，尴尬了。他们很快就会忘记我，问题是没有地方给我做运动啊，而且我每天我下了播我就想睡觉，啥也不想干，我就开播的时候锻炼一下身体了。你们就试着看一看吧，能看咱就看，对不对？自律是一件好的、积极的、乐观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毛病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很懒，开播的时候勤快一下下。谁给我丢硬币？哪个给我丢硬币？我马上去买面吃去。我检票，坐着在，没有蹲，我没有蹲。现在检票是别人，我穿了牛仔裤，今天穿了牛仔裤，不是裙子。感谢关注，欢迎会飞的蜡笔小新。送个办卡呗，送个办卡呗，猴子，我正在缺办卡任务，你送个办卡，我就站起来给你看一下，如何？Thank you.
肯德基啊，估计得200块钱，200块钱能吃吗？感谢幺七九哥哥的赞饭卡，还有幺七九哥哥，还有大哥，欢迎爱浪漫的我，欢迎我大哥，欢迎幺七九，哎，人呢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就溜了？哥哥，大哥，欢迎沙家，欢迎微风。然后你就可以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这种身材很容易马甲线，是吗？我这身材我是准备练个马甲线的。然后你颜值舞蹈户外就通吃了是吗？如果我练出来马甲线，那真有可能通吃，有可能，但是不一定，不一定。现在起我就开始练了嘛，现在起我就开始练。感谢低调华和荧光棒。六六聊天吧，哥了对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峰哥。峰哥说的是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剪掉了哥？他怎么还不让我剪票？大哥啥线没见过？峰哥说的对。说那么多，送张办卡吧，心疼心疼吧，是吧？其实我现在只想凑个办卡任务，担不担心啊，哥哥？别人行不行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想收到你的一张办卡。你都不心疼我，还指望别人心疼我，这有点难，对不对？欢迎人心哥哥。哇，没有，不敲碎啊。
谢谢，感谢小伙哥的一车飞机。我要感谢优酷哥哥的一车飞机起来了，好嘞，谢谢，感谢优酷哥哥，牛逼呀，大哥。大气大气大气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得走了，带走了。应该是喝酒了，对，我昨天喝酒了，喝得我难过。干嘛呀？上房管？我现在去，现在去汕头，我现在去汕头。不需要房管。我要给你上一个，谢谢九九，感谢九哥的大飞盖，感谢九哥。就么么哒，打麻将。感谢九哥，以后喊你九九吧，九九。九哥。好像好了，我们那是检票了。是啊，我在广东生活过，我在这边生活过，我不是这儿的人。我安徽的九哥，九哥你在哪？是哪里呀、啊？在哪？是哪里人？感谢这么聊爱哥哥的荧光棒。我很辛苦，我考虑了。
我还是比较喜欢汕头一点，不喜欢安徽。我不喜欢安徽，安徽有点冷，而且灰头土脑的，家里吃的又少，没什么吃的。没去过成都。欢迎方哥。29分，看到没有？你这个还没接，你那个45分还没接。我现在在飞机上，在火车站，在火车站准备去汕头。峰哥，深圳北站，应该不会拉丝了吧？请正确扫描扫描，携带的随身物品，迅速离开扶梯出口。请正确扫描。你要问一下，这是去汕头的车吧？去汕头的车对吧？嗯。哦吼，累死我了。站票，又是站票，站到家，没有房子，我们家没有房子，就是有个草棚子，就是铁皮棚子，塑料棚子，你没看啊？没看啥？而且。九哥说啥？没看啥、啊？吃票，我是迟到了，我迟到了，然后我改签的，我改签的他就没有座位了。我看一下我的票到底有没有座位。
没有坐，没有座位，吃不了没有。今天没吃饭呢，到现在还没有吃。他说他的报告还没批。是啊，他的报告比台湾上证平台比较多少？对。然后现在是有短期在那个太难了。我靠！那个职员微信发信息说这个他的报告没有这个海外大学的，因为第一、第二的话，当时这个海外大学还有高技术的在没有不到，当时是我他们就报的过的时候是。去上车那么贵。欢迎青阳哥，欢迎青阳哥哥，欢迎屠龙斩雷斩落叶大哥。晚上好呀，记得我六点钟下飞机，我今天可以到家哦，记得来看我，来看我，记得今天来看我哟。看看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看看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是个什么样。我一直都说我以前的经历你们都